啊，恁找无人？我这头甲恁烧死啦！因两个哦，绝对搁在山顶啦。啥？志廷爱落山？哪安尼哦？志廷爱甲骷髅搁大力哦，因绝对见过面啊啦。伊一个查某囡仔找着人，你找无？我甲你讲哦，你若找无人吼，就甲户口拆去大街上，卖去倒来啊啦。真正受够气咯！再去。啊，你那敢不是高人美？啊，伊那叫两个村民了个押上车，敢讲？你用个白照，高仁美那是用白照的，照伊个车白白个性，伊绝对反抗，为了喊救命，那乖乖对你走，刚刚小看唔对。高仁美，啊不是啊，高仁美，不是啊，你那个出来你家，这里是不是经营啊？高仁美，这是彭丽红的声，我那像你说去拄到这个瘟神。高美，无你有何分身术哦？我拄只看一个查甫，敢是咧做神诶，叫两个查甫人哦，啊上车，啊就讲你是毋是叫我们白走诶？我一外头，搁伫只看着你。你是目睭瞳瞳，还是头壳有问题啊？什么分身术？你若头壳有问题哦，还是目睭有问题哦？你倒去挂号看医生啦，我无时间甲你咧消话。你这人安尼啦？我跟你烦恼哦，你是不是去用阿走？啊，你即摆去搞呛声，搁对我拍下手，你这样做无礼貌呢。我跟你敢是朋友，而且后硬要讲起来，阮翁甲阮大官甲你是死对头呢。你无需要关心我，所以我嘛无需要对你有礼貌，咱就各人行各人的啊。你若是讲你搞我动，我要敲电话啊。等下啦。我只是问你几个问题尔，你要敲电话讨救兵哦，搁要去人后边投哦。你若是叫我投，你就赶紧给我走啦。哎，你的手来创干呢啊？你跟你有啥？杨小鱼，卡点进来。你若想小心间发现你的身份，你就危险。